漂亮漂亮，慢慢来慢慢来，不要太胀哦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什么鬼啊？停一天630块，行，先下行李，又怕东西被偷，车停停车场，然后全部要提过去，这也太不便民了吧？不过这个停车场是私人的啊，不免要抱怨一下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呢要前进这个台湾的另外一个离岛，叫做澎湖。想知道钓况如何吗？跟我们一起出发 ，Go。OK， 那我们刚刚经过这个登机门哈，我们要去坐飞机了，带着愉悦的心情，报复性旅游，我们是报复性钓鱼。东哥说这个，因为今天的风有点大，这个不是有点大吧？这个是非常大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下午的行程啊，就不会去钓鱼了，我们就到这附近的一些景点走走看看。这四尊呢，是这个生肖的石雕，从远方看起来应该是老鼠、牛、老虎跟羊啊，哈。可是十二生肖怎么只有四只啊？可能其他的在别的地方吧，我们去看看。Go， 哇！原来这个不是羊，这个是兔子。我刚刚远远的看，以为这个是羊。气骨后头啊，对，没错，这个是兔子。那龙爪背牛高给高低，应该在另外一边。像澎湖这边啊，很多类似这种后面的潮间带，它就是退潮之后呢，海水下去，那很多小鱼、小虾、贝类、螺类之类的呢，就会在这个潮间带这里。那我们现在看到那里有几个这个阿丈呢？他们在抓这个螺类、小鱼、小虾，有可能他们是海产店正在备货。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澎湖当地呢，一间很有名的民宿，叫做澎湖东岩矶钓民宿。哦，那老板是东哥。我们这次呢要上的这颗礁非常的有名，想知道是哪颗礁吗？记得跟我们看下去。东哥，我看今天你风很大诶，妈仔，你讲有礁可以上吗？有，明天因为是大流水嘛，而且那个水又淹得很高，180几公分，所以早上大概6点的时候干潮底，那干潮底的话，我们利用这个6点干潮底上礁之后，大概利用2个小时时间下去垂钓，因为刚好流水又刚刚好，所以大概我们九点至9点半左右，我们就要收了。我们今天要上的是哪一块礁啊？在澎湖这边东海的南人屿，华哥，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是尖山码头。尖山码头，对。那尖山码头一般我们要去澎湖的东海都是从这边出船吗？对，就尖山跟龙门。澎湖这边也有女人屿嘛，大女人跟小女人。对。哦，然后以钓况的话，听说南人屿的钓况是最好的。对，我钓这么多年来，就是南人屿的钓况会比较稳定。在南人屿今年的记录，半年而已。3只50公分以上的，不管黑的白的，全部50公分以上。华哥，好硬啊！我今天不要要求太多，我们40就好。对。感谢台湾之光Okuma赞助我们此次澎湖的钓游。这一次呢，要跟大家开箱的是这把机魂的矶钓竿。这把机魂矶钓竿呢，它的号数从0.6到2号，长度是5米。哦，针对台湾各种不同的钓场，包含防波堤啦，像这种荒矶都非常的适合。全竿采用这个变色龙的烤漆涂装，让你在阳光下呢，展现矶钓的战斗气息。那采用富士的全 SIC 斜口导丸。还有富士的人体工学轻量化卷线器座，让你在做钓的时候更能得心应手。28的钓性针对黑毛设计，拥有绝对的操控性。原厂就配备2个下尾塞，一个是橡胶的吸震尾塞，另外一个呢是钛烤漆的不锈钢尾塞，
那你可以针对配重去做调配，干身配备对准线，还有防粘连的设计。这个系列呢，它还有出这个右耳勺哦，太杯的地方还有一个熊爪的图腾，而且它是 EBA 硬质的握把，在打的时候还蛮得心应手的。这个系列呢，还有出这个玉柄哦，它有550、650跟750的三种尺寸，底部呢采用加大的透气孔设计，橡胶的，出捞柄的时候呢，可以让你更顺畅。金属碳纤维混编的防爆护口，捞网哦，连接这个捞柄的部分，它要做一个加固的设计，而且呢，它有防锁死的设计，让你避免在捞大鱼完之后捞柄卡死的困扰。这就是今天呢帮大家开箱的这个整套机混的基调装备啦。希望这次的澎湖之旅呢可以顺利的开光了。我相信这一套装备呢绝对符合顶尖钓手的期待，加油！真的是男人的战场，对，哇，那个浪来的时候，那个感觉真的是哇，肾上腺素爆升。哎、欸，华哥，那你干啥？你之前的橡皮差多啊？因为这季节大尾还阁无真多啦。哦，我们那个摄影机还在准备的时候，华哥已经拉了三只，可惜没有拍到。哎，华、欸、哥，啊，这等一下淹过去，我们应该就没办法钓了吧？外面已经徛北北啊，那个浪那么大。好哥，安尼袂使啦，我今天炸这鸡魂要来开光，结果还没钓到半只。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点啊？另外一个外焦，你的鱼，我们再来去试看看。那我们赶快收一收，赶快转过去。对对对对。OK， 鱼已经来了。哦，加油加油。OK， 那我们刚才在男人鱼哦，那个风浪实在太大了，华哥决定。转移阵地，我们现在到达这个女人屿。在女人屿这里，华哥说钓况可能会不如预期啊，但没关系，尽力而为。钓鱼人就是这样，有得上的地方我们就上去给他钓下去。放下去，慢慢的让它游游游游游。这个后壳来偷吃都知道哎。
超多啊。哎，拍谁啦？甚至不如啦，嫁家啦，你还讲？难搞啊！哇，大臭兔哦，泼水臭，泼水臭兔。哇，华哥，小心手背！哇，好好好，这次臭度也太大了吧！对啊，澎湖的臭度，澎湖的臭度就是这样子，好像比我那只白毛还大。哎、欸，对，你那白毛是小朋友毛？对啊，幼稚园刚放学、欸。不过算是目标鱼了，对，目标鱼的啦。哦，对，因为心肝开虎哦，最怕中一些无尾毛。对对对对，有中到目标鱼哦，那才是重点啊，大小没有关系、okay ，因为季节问题啊。我们转点转到女人鱼，女人鱼也是安内尼啊。今天我们还请到这个东哥的得力助手洪哥来帮忙。对，你讲吉康问的哦，吉康是啥？吉康叫做东北坑啊，叫做东哥洞。为什么叫东哥洞啊？东哥他因为他要顾着全场的安全，所以他就待在这个地方可以掌控全场。哎、欸，你刚刚好像不是这样讲了，你刚刚好像说东哥掉下去三次，就东哥掉下去两次，就叫东哥沟了。哦，叫大尾啊、哦，东哥洞叫大尾。够卡头前一个。对。哇，洪哥，这是搞看到吗？对啊。也太大只了吧！哇，比巴掌还大哎、欸！哦哦，直接拉杆哦，这摆抽哦。对。哇！哦哇！漂亮漂亮，慢慢来慢慢来，不要太胀哦，不要太胀，尽量能让干尽量让干的。因为太烂哦，那就被打，它成本一块钱。那三号线，没关系。就是你要被被打都没有用。又是一波，王一，又是王一啊！哇！哇、哦、吼，一颗大呀！嘎嘎呢？等那嘎，为什么要撤退啊？我说因为潮，今天潮高很高啊。啊，那我们站的位置会被海水淹没啊。啊？你说等一下那个地方会淹过去？对对对。怎样？为什么东哥会被推到东哥沟了？因为掉料太松。对。没给你提。安全第一。留得生命在，不怕没鱼钓啊！没错没错 ，OK 啊，这个要等多久啊？差不多今天的潮汐大概还要两个钟头啊，才办法再过去。哦，安尼唔多去困一下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好好休息，不要中暑，多补充水分啊。对对，不会我睡过头，然后你们两个一直拉。不会不会，我会这样。啊，对，中暑的时候我会去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来挑战这个大白毛。好 ，OK， 加油加油。我的精神与你们同在，但是肉体我还是站在这里好了，我比较胆小一点。各位小朋友，千万不要学哦，这个叔叔有练过好吗？这边宣导一下哦，基调其实就深一丁血是必备的。那就像这一种一级危险的钓场呢，其实
各位钓友，然后斟酌自己的能力，好不好？不要贪钓。OK， 那这个目前这个状况是他们认为，因为他们在这边钓很久，他们认为可以掌握的潮汐跟浪况的状况之下呢，所以他们决定去搏一下这个50公分的大白嘛。这个华哥的这个钓法哦，然后我们顺应这个潮水下去钓，其实有机会中到大的。有啦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来找东哥报仇。报仇？不是，不是找东哥报仇，是找白毛报仇。OK， 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